阿姨，你可以让我们在这儿打会儿篮球吗？凭什么让你们啊？现在是我们跳广场舞的时间，小屁孩快走开！阿姨，篮球场本来就是打篮球的地方啊。这样吧，阿姨也是讲道理的人，你们要是能模仿我做三个动作，我们马上就走。好呀。小品，你会跳舞吗？有什么难的？可以吗？那你看这招。小品，这阿姨好厉害啊，你能行吗？我可以的。小朋友，我就说你学不来吧，阿姨还有绝活呢。阿姨，你太厉害了，我们都没学过。要不这样，您模仿我几个动作，你要是能做出来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来这个篮球场了。好啊，我可是广场舞大赛冠军，随你做什么动作，我都能做出来。第一个动作，先把瓶盖打开。第二个动作，喝水。哎呦，喝这么快，阿姨以前可是酒桌上千杯不醉，看我的。小朋友，你的动作都太简单了吧，你输了。我就是一个动作师。小品的样子跳得不错吧，这就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，篮球场上有一只小鸟在看热闹，大家快去找一找，一共出现了几只小鸟，在评论区比一比谁才是正确的答案吧。